广州亚运网球项目最后一场金牌战是混双赛事，梁恩硕还有黄琮豪要对上的是世界双打排名前十的印度选手。这场比赛不好打，不过梁恩硕和黄琮豪除了做好勤搜还有战术的准备之外，斗志也非常的高，因为队中有大家公认非常强运的黄琮豪。为什么这样说？来听选手的访问。真人版吉祥物琮琮，那个这次大会也有一个吉祥物，对啊，就是一模一样的那个字就叫琮琮，就是那只一模一样。所以这一趟你们都会这样子称呼他？对啊，就是大家帮他加油的时候就叫琮琮加油。那琮琮自己怎么看？我觉得是就给他们加，感觉越叫越顺了。杭州亚运有一只吉祥物叫做琮琮，而他的琮和黄琮豪的琮是同一个字，因此网球队来到了杭州以后就不断叫黄琮豪琮琮。那么黄琮豪他的混双就一路的晋级，现在挺进了金牌战，现在就要看梁恩硕还有黄琮豪可不可以维持战力和强运，替中华队再拿下一面金牌。以上是记者林敏珍、陈旭毅在杭州掌握的最新讯息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